法师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131面，倒算第三行。为教菩萨做阿舍利，相习相应，无边诸行。这个两句经文，早年我甲伊分作两段。对新冠顶改起，这是修机不好。新冠顶改修菩提记，这两句是修机。为教菩萨做阿舍利，这两句是示教，就是把教学做出来给大家看，做一个好榜样。下面的这句呢，相是相应无边诸行，这是讲这个相应教学一定来相应，性德相应。咱看五老居士的解，阿舍利因为教授，阿舍利是梵语，反正中国的意思是教授。这是学校内对老师的称呼，有一规范书，也反正这是经常常常读到，贵是贵道，烦那是魔幻。这个老师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行，会当啊做咱的榜样，啊做学生的示范，嘛是学生学习的轨道。轨道就是袂用你偏离的，一定爱伫这轨道上来行，但是火车同款。绝对袂当讲脱离轨道，伊即个内底含有即个意思伫个。下面解释了，乃规范啊进行，为经书范假之尊称，这就是出家人的老师。实在讲，也是咱常讲的学为人师，因为世范啦。规范正行是因为世范，为正师范是学为人师，所以阿舍利是这个尊称啦。通知道修先化之书，这个所在，这个定义，真明显，嘛真简单。伊也是道修先化的老师，才会当称为阿舍利。有当时啊，也甲省略称舍利，嘛会用哩。这是咱
常常看到真下里，严经升灌顶界的言，乃转记经言阿舍利，又称金刚阿舍利。这是咱这本经顶面所讲的，头前拄好是升灌顶界，这是密宗啊常讲的。所以本经大乘无量寿经是原教啊，伊内面包含的啊，就是大乘末教的教义，拢包括伫内底。啊，所以啊，这本经的内面有密宗的这个教义，有禅宗的教义啊，真华严法华。啊，即法相为色，乃至有即、这个啊，律宗、仪龙宗拢有。啊，所以伫即经文即个句内底，咱常常会去看到，都是知影讲即部经则是至高无上、大圆满的经典。啊，佫刷落着升灌顶界修菩提记啊，所以这也会当啊，讲是这是密宗专记经言啊下来，佫加称作是金刚啊下来，乃小乘金刚萨埵作为做传化。灌顶加之称呼，这是啊密宗的一个啊称呼，金刚萨埵作为啊，金刚萨埵也称为金刚手菩萨。这是经言中，就是密宗。密宗会的祖师，这是第二座。大日如来是第一座，是初座。金刚手菩萨是二座。就为这个祖师跟华严的关系是真密切啊，就是啊，这个跟这个华严的关系真密切，就是华严经上的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的密宗是二座。啊！伫密宗啊，无称普贤，称金刚萨埵，或者是称啊金刚手菩萨。显密是一体啊，密是显之密，显是密之显。换一句话讲，显教是密。中的显说，密宗呢是显教的密说，是一不是二。为什么有这么多教学方式呢？就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啊。发心大师诸佛如来，总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换一句话讲，发心菩萨
诸佛如来决定无起心动念过，这点咱啊一定要认识清楚。释迦牟尼佛当年是现在这个地球上，咱一直拢在看这段历史，把相成道啊，这是第一次转法轮。啊，对道士讲下降，有起心动念无啊？如果起心动念，也是凡夫啊。哪讲未当成佛？连那发心菩萨这个称呼都承担未起啊！啊，正着发心，什么叫发心？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现象，就叫做发心。法是万法啦，万法一体，这叫做法心。到什么时候你才会证到呢？伊就你面前啊，将来都不离开家啊。那哪为什么没了？没了才有分别，才有执着，才有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错了。唔知影，办法甲家己是一体啊！伫当时你讲我，伫佛法内面讲，真正甲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，这时阵你就知影了，变化界、虚空界甲家己是一体啊！就亲像《梵文观》顶面所讲的。无着到底是什么代志呢？啊，本来是一体啊，对一体去利用，这个利用，这个是正报，这个是依报。正报是家己啊，依报就是啊，咱依托。生存活动的环境，啊，小环境是一个家庭，大环境是整个宇宙啊。啊，这个物件对倒位来呢？对一体显现出来啊。啊，按怎显现出来呢？没就现啦，刚饿了就未现，就无了。所以应家大师在正道观顶面讲啊，真好，伊讲啊，也这个梦里明明啊有六处，梦是没啊，没的时阵明明白白有六道轮回，有修法界，隔休空空无大千。一个角了后，这就无去了。角了后是什么境界呢？上极光境界啊！啊，咱净土中最高的境界，上极光，上极光就是自性，降悟了就回归自性了。啊，灭时尊呐，对自性变现出一个如幻呐。不实在的现象，这个现象就叫做修法界。啊，无论是正报，无论是依报，世尊甲咱讲有三个德性，叫做四三遍。三种周边
第一个周边发界啊，周边发界是什么呢？用现在科学名词啊，叫做能量，就是波动。无论是物质现象，无论是精神现象，拢是波动变现出来啊。无波动就无这个境界，无阿赖耶，所以念不觉，这个不觉就是波动。这叫三性现象。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就发生了。这个波动，你看这速度偌大、偌紧呢？念头这叮当就周边发界，为什么呢？发性是一体啊，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，这是一体啊。咱啊，中国人有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咱啊，牵一支头毛啊，规身躯拢会感觉到会疼。为什么伊是体啊？所以念头一个起来，就周边发界，发界甲家己是一体啊。所以叫做发心啦、啊，发心就是你承认咯，你肯定咯，一点啊都未怀疑咯。变化界、虚空界、万事万物，甲家己是一体，这就是正着发心啦、啊。正着发心的人啊，就幸福啦。呀，咱今仔日是听佛的经上安尼先讲的，也无承认啊。多一个人会承认讲，这会万事万物甲咱是一体，无人承认。这是什么？凡夫啊！你若是讲问发心菩萨，问诸佛如来、山河大地、树木花草，甲你是不是一体呢？是啊。一点也无错，真是一体啊！为什么呢？咱无论是精神是物质，六心这个现象，同一念，因拢知影咯。啊，山河大地拢知影，家属若唔知影呢，那就好咯。为什么呢？众生造作恶业，山河大地啊，未够有这么多麻烦呐、啊。有什么地震、洪灾啊？水灾啊？以及伊无地觉啊？伊都未讲有这现象，就是因为啊，咱啊动这念头，伊就知影，伊就会反应。咱动善的念头，伊就善的反应；咱啊不善的念头，伊就是不善的反应。你看啊，贪婪的念头，罪就现前了，罪在现前了。啊，亲分的这个念头，你看就会爆发了，温度就上升了。啊，有这个念头，洪灾就现前了，无办都是地动啊。啊，大自然的这些灾难是咱不善的念头引发的啊。如果咱的念头善，真正亲像佛所讲的，熄灭贪嗔痴，根修戒定慧，山河大地就甲极乐世界同款。地藏经上讲的极乐大地啊，未发生这个乱事啊，未有地动。嘛，未有水灾啊、旱灾啊，未有这种情形啊，风调雨顺啊。
啊，都、就是因为所有一切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跟那拢总亲像现在网络同款连线。我这叮当因拢知影了。啊，所以整个宇宙甲家己也是一体。整个宇宙是活的，唔是死的。伊会看、会听、了解人的意思。前几年，日本冈本博士做的这个水实验，发现了水也是物质啊。伊会看、会听、会了解人的意思。随着咱的念头，伊咧起变化。啊，水会，佮看其他的物质现象，拢总嘛会，树木花草嘛会啊。这两张盆栽，这是有人做实验咩？两个盆栽。用同款的时间、同款的方式来个栽培，栽培就成功咯。你看这两个形式拢同款呢，你家己摕来做实验，两盆放伫房间的两个角落，这边这盆，你逐天对伊笑，讲我真欢喜你，我真爱你。另外一盆我真讨厌你，我无喜欢你。两礼拜了后，每天对伊笑呀，伊生得非常好。每天讨厌伊啊，伊慢慢就打死咯，就死去咯。你看伊了解人的意念嘛，这是讲对树木花草。啊，咱了解这道理。所以咱伫澳洲有种只大菜园，啊，阮嘛有种真侪果木树，伊田啊真大，种三十外种诶果木树啊。啊，阮明白这道理，哦，花草树木，逐天啊来听好好，逐天听好个音乐，阮行过去，阮拢啊甲称花草树木菩萨，恭恭敬敬，啊，生个真好啊。啊，阮无用化肥，也无用农药啊！啊，花开个真水，果子生个真好。啊，阮附近这些果农来阮家参观，拢真着惊啊！恁是用什么方法，那会种个这好啊？然后啊，阮就甲伊讲。阮是用善心善意来个培养，所以善心嘛、善意啊，对山河大地啊，未啊发生乱的啊，无这灾害啊，这道理咱爱了解啊。相应就是结合的意思。在佛法里面，大乘佛法里面讲啊，无迄个会相应的。如啊，啥物相应？有境地啊相应，境是外面环境啊。咱今日讲的。物质环境，第一呢，现在咱讲啊，精神的环境，三密是修行的功夫，三是什么呢？是心靠意啊，心爱你敬，对一切众生怎样？你敬啊，口业
赞叹，伊内面就是心肝内恭敬，心有诚敬，真诚的恭敬啊，表现伫外面啊，有礼啊，有礼貌啊。对人如是，对事嘛如是，对天地万物嘛如是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咱诸圣的性德啊。佛菩萨因啊助教了，因的境界，咱无办法去想象到，是大乘教内面讲的诸圣不可思议啊。见性也都是诸圣无大小，诸圣无骄傲，诸圣无横棍，这是咱无法能想象的。啊，诸圣伫清净寂灭的当中，这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大般涅槃的境界。发发发发，伊毋是死的。虽然诸圣内面啊，什么都拢无啊，伊什么拢会现啊，所以灵现未当讲伊无啊。所现的这现象、幻象，你们能讲伊有啊？为什么伊生灭相啊？生灭速度真紧，咱的肉眼看未出来。因那里的两组的学家甲人讲的，伊所讲的甲佛经上所讲的是同款的，速度真紧，咱无办法想象，太紧了。佛经上讲，一弹指，弥勒菩萨甲世尊的对话。一旦只有偌侪念头，每一念都是一个生灭。32亿1000念，一千做单位，一个一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条啊！你看这个一单字320条的念头，如果咱啊断较紧，我相信有人比我断搁较紧，一秒钟会断500。如果断500，320条乘5，一秒钟有偌侪摆？1600条啊！咱哪会当想象呢？所以这个相感是真的，不是真的啊！咱哪所看到这个现象，量子力学家甲咱讲，这是物件呢？原来啊，都、就是这个啊念头累积、连续、三星的幻想，这个、幻想太多了。每一个相不同款啊，太岁是伊的频率不同款。
印度慢呢，就变做固体啊。人讲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非常的坚定呢，真像金刚不坏照啊，这类的会变得慢啊。稍微较紧一点嘛咧，那物质啊就比较松散啦，也是物质现象啊，无遐尼坚定。佫较紧一点嘛，那就变成植物咯，变成咱的肉体咯。啊，上紧的咧，咱现在科学的内面用的电磁波，这是速度紧的啊。所以频率的不同款呢，啊，这个现在科学家跟人讲的，啊，咱知影，啥物相应，甲经济相应，啊！咱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祖祖连连啊，就会小心谨慎啦。无念唔通起呀！妄言唔通讲啊！啊，邪恶的代志，绝对唔通去做。起心动念，一定要跟性德相应。为什么呢？性德是真仙真美啊！咱啊，中国老祖宗所讲的本性本善啊，那是自性，那是性德。相反的呢啊，伊不是自性，那是错误呀！今仔日地球会变个这款呢？什么原因？住伫这个地球上的这些人，大多数的人啊，违背了性德，也三业，境地啊不相应啊。所以那会变作三道六道，一变这款呢？伊未生变化的时阵是什么款呢？未生变化，也都是三密啊境地呀，是完全相应的啊。啊，咱中国人在咧讲啊。明德亲民，知物济先呐、啊，要甲性德完全相应。那是什么世界？诸佛如来是报庄严土啊，都、就是无量寿经顶面介绍的极乐世界啊，华严经介绍呀，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。那是完全相应啊！还有诸怎样？咱今仔日生在这个环境内底，这环境无好啊，唔通怨天尤人啊！为什么呢？咱啊家己
金行不先，便显出这个境界。无定定有人咧讲，我的心行真先啊，为什么要甲这个人斗阵呢？啊，这是咱甲伊的共业啊。啊，也就是讲，这个地球上啊，所有的人，万事万物，啊，我是有缘呐。因啊，做作不先，我做作先犯。啊，这个先甲不先融合起来，先呢就变成不先，不先迄个多数就减轻。缘何咯？这什么意思呢？应现的人啊，帮助不现消罪业啊，就是这款代志啦。是不是好事？是好事啊。啊，那你去受到害处不无啊？绝对未受到一丝毫的害处。这个意外灾难，咱也死咯，有受害不无？死落来去叫做世界去啊！死落生诸佛净土，或者死落去天道去咯。好事啊，不是坏事啊。做不善业的人啊，伊嘛伫伫食死咯，伊死落去三途啊。为什么？伊消伊的罪业，好事不是坏事。行善的人嘛是好事啊，来去天顶来去享福哦。去啊，祝福净土去咯。无一项啊，不是好事。你真正那是讲觉悟看透了，这个世间人人是好人啊，事事是好事啊。你伫这个世间心平气和啊，你啊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知影家己啊应该按怎来做，成就家己，帮助众生。这就是啊，真正的感悟了。以宗以三昧相应，以智为主。这是密宗修行的方法，实际上咱念佛甲伊方法非常的相应，真接近啊。三昧是靠念咒。伊啊，观想手结印，这个手结印是属于心业。你看，心口意相应啊！啊，咱平常佛门弟子看到别人合掌，阿弥陀佛，甲人啊问心，这啥物相应？合掌是手印，是结印。合掌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十字针头啊，代表咱的心啊，真散乱，妄念真多。合掌的意思呢，把咱的念头拢收起来咯，妄念拢收起来咯，就表示恭敬。哇，一心，一心这是恭敬，所以合掌代表恭敬。这是结印啊，心内面表圣境，嘴内面啊赞叹，礼敬赞叹，也是三昧相应。啊，咱念佛的时阵，嘴内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手合掌结印，或者是啊，
是念珠嘛是结印。就你提到念珠是什么意思？念珠的冰箱代表两个作用，一个作用提醒家己念佛，也未记哩。啊，真侪人念佛念到最后，唔知在什么时阵未记哩咯，心内唔知道走去倒位去咯。所以念珠啊，提醒你啊。第二个呢，念珠计数。哇，一天念偌济声符号计数诶，有这两个用处。计数呢，通常伫初学练心计数啊，提醒是劳动修啊，念佛啊已经有相当的功夫咯，惊是失念，失念就是未记哩。心底的梦想行咯，啊，好好未记哩咯，所以这就是个咧提醒你，有这两种意思啊。心原来想着啊，阿弥陀佛，大势至菩萨教导人，也去念佛，现前东来一定见佛，也去是想佛啦。现在常常想到阿弥陀佛，所以无量寿经念佛的时阵，好啊，想阿弥陀佛的功德，想阿弥陀佛的大愿，想阿弥陀佛的修行，想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普度众生，唔通去想别项的啊，这叫做业分。念佛呢，是佛的名号。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是安尼先教导人的啊。但你若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要常常执持名号。执就是执着，持啊就是不持，也未当淡掉。佛法啦，拢敢若放下，唯独这个佛号未当放下。佛号放下，啊，你就无依靠了。什么拢放下，专门执着了这个佛号。啊，这个物件就亲像咱伫太空咧航行啊，同款的啊。这句佛号是行道啊！你啊，只要在这个佛号顶面，你就啊，未讲去行错行山，你就会引导你来去极乐世界咯。因为这句佛号甲西方极乐世界念念都相应啊。啊，咱这地心起念。阿弥陀那边就收到了，念念相应，是丝毫都未差错。这个方法妙极了，这个世界的都为你唔免问啊，你只收到这个名号，肯定就会到底。是记这个名号，可能你就找唔到所在了。就袂当去咯。阿弥陀佛，教人这个方法是有道理啊，绝对袂错呀。哎，知影这个方法重要，这个方法啦、啊，嘛是这个啊密法。为令众生心靠于三业。顿切啦，如来三密，故即心成佛，故阿弥宗也称相应宗。你甲看卖，咱净土
是不是相应中呢？同款的意思啊。所以修行爱一门亲力当时分修祖师在这接引大众的时阵，有书生的易方便，伊也都是无同款的方便法了。提出什么款呢？禅静啊，常修；立静常修。提出这个方法，哎，怎样？那是啊，做事的先较方便呢。因为你啊，真正执着禅，叫你把禅放下，专修净土，你也不甘心，不情愿，你的心烦恼。祖师看得真正清楚，知影你那个禅修未成功，讲你学净土，你阁唔肯咧啊？用这个方便法，禅静常修好啊。有禅有净土，有落地较好啊！你一听就欢喜了，个加着念佛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将来禅修未成功啊，净修成功了，用这种方法啊，那你已经啊修净土啊，个再去修禅，那就错了。祖师迄个话啊，唔是甲咱讲的啊，甲咱讲啊，你行这路正确，行对了，唔通行错路啊。啊，咱伫即个咧看，你看这经文呢，情甲咪拢是同款啊，而且情甲咪啦，咪就是情，情就是咪啦。而且正甲你关系也搁较密切，为什么拢嘛是修清净心？净土修清净心，你嘛是修清净心。所以搁较接近啦。但是净比密方便，密也都各爱有相当的根基啊。现在何必成就啊？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啊，有甲我讲啊，无咯。我去北京去看老大人。几落摆讲到这问题，你这时代以后啊，什么甲物拢无可能会成就，真正会成就就持名念佛。我哋经常甲人讲，这绝对唔是假，这个法门会多。我发最后的一百年，就是最后一百年，不来警告啊！你这世间完全消失咯，无去咯，众生无福啊！警告啊，完全失去咯。也有一句让你轰鸣的这个世间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最后迄个一百年。有人念这句好好，拢会往生。所以呢，万法时机，净土成就啊！这是佛跟咱宣说的啊。
那出世故有前新冠顶改两句，心表密情啊不离之际，这确确实实咱会当啊体会到表会中诸大师为何密情啊，乃教导诸菩萨成为金刚阿舍利，我本身经常修习无量无边相应之行。咱啊，现在了解了，经常修习无量无边相应之行，就是这句名号。心肝内啊，真正有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来变作咱啊，心内啊最勇猛的一个人，最介意的一个人，最尊敬的一个人，念念不忘啊，你心内真正有佛咯。嘴里面啊不离名号，心不离离佛啦。你平常对人对事啊对物一切恭敬，心业相应，在暗口里面会当礼拜一个一百拜，这是一般人啊。早口拜一百拜佛，暗口拜一百拜佛，对身体健康也是真正有帮助。拜佛是非常好的运动，拜佛啦，唔免用拜点，边拜，你才会收到运动的效果。那讲有真悬的拜点，收未到这个效果。身心健康啊，三昧相应啊。下面这句，我伫过去甲顶面的这句连起来读个啊，相识相应无边诸行，心识菩萨无边显君呐、啊。我第一课盘是安尼分的啊。这个念落啊，啊，小看有一点仔差别。尾后的这句呢，无量诸佛含经何念，就是这段内面最后一个小段，佛何念，佛何，善君，心识菩萨。无边显君，显君者，心靠意三业之先，故不可不安啦，为之君啦、啊。这是君第一个意思。你的心先，这个三业之先。都、就是十善业道啊，对思想讲的，你啊修得非常的坚定，100%做到了，心不杀生，
不偷刀，不杀淫。新的三仙呢、啊？套啊有四仙，啊不妄语，不良邪，不奇语，不恶口。伊呀、啊，毛三仙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十仙百分之一百做到，这是什么款人？甲诸位讲，法身菩萨，已经真做到了。细心去甲观察呢？对伊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、日常个生活、待人接物，你去细细观察咧。也对十善展开八万四千世行啊，践行啊，这就是头前所讲个行识菩萨无边的善根啊。经常讲这数字八万四千，这不是假啊！一项一项给你分析，真正是八万四千。啊，实际上呢，八万四千过一个扩张，就是啊，无量无边啊。下面也有一个意思，有仙灵是妙故，出生有仙故为之君啊。这是用比如，那像九把灰草亦有君，这是啊仙君啊。所以这个君会生无量无边的显法。那世出世间一切善法，拢未离这个十善业，所以啊，十善业是所有一切善法的根。那十善的反面是十恶啊，是十种不善啊，就是讲三界六道众生。所有一切不善，无量无边的不善业，拢嘛是对十恶啊而所生啊。啊，咱就知影咯。善行恶业。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你就要看清楚看明白咯。咱是说希望做一个善人，也是说希望做一个恶人不善呢？思想言行那是不相应，就全部都派咯。啊，十恶相应的人，身体肯定是未健康啊。身体有病啊，伊大个即个环境，肯定是有真侪灾难。即个灾难。有形的，有无形的，
无形是指什么呢？完全自主啊，你肉眼看袂到呀、啊。但是，伊伫你周边，伊扰乱你啊。为什么呢？无限业力所感的。如果你那是真正的修习仙，心无意业跟习仙业拢会当相应，缘起不暇。你的周边也有看未到呀，你的看未到是现行啊，用好你啊。啊，先生恭敬你啊，你是一个好人啊。你来做生你的这个先行，拢离不开业感，所以善因有善果，恶因有恶报啊。地主归启蒙，是先对倒位做起呢？对地主归做起，对《感应篇》做起，然后啊，是先才有根啊，无《感应篇》。无地主归，你实现无君啊！古早时阵啊，无论出家在家学佛，为什么有遐尼好的成就呢？无别项，对细汉根扎甲真好，父母真爱子女啊。对细汉，甲这根扎好了，这叫做真爱护啊！啊，根深蒂固啊，长大了，无论伫什么款的经验当中，伊拢未改变。所以，敢会当无感恩父母呢？父母生难、养难、教育难，这个问题太大了。父母用成这个根，不菩萨刷了个咖哩。你这一生当中就会成佛成菩萨了。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啊，是我们的阿舍利啊。阿舍利是教授规范师，老师帮助我们成就啊。人生活在这世间，爱感恩，感恩的根就是父母师长源头啊。如果这两个根无了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你呀、啊，在这个世间。无论对什么款人，对什么物，布施恩惠拢是假。为什么？你这恩惠无根啊？所以，迄个恩惠啊，唔是歪啊，还是死的，无根啊。
道理未当讲唔知影。下面咱来看何念，无量诸佛含经何念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相应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诸佛菩萨拢知影。你也是这善人，这男子善女人，你今下日一心求无上菩提啊！这是稀有难得啊！诸佛菩萨知影你啊！起心动念，知影你的发心，如莲相应，来扶持你啊！一切善行护念你啊！为什么呢？先甲先感应。恶甲恶感应，你若是做恶事有感应，妖魔鬼怪拢来扶持你啊！啊，恶差恶神拢来扶持你啊，帮助你做恶啊，是感应啊！护念者保护业念呀。为所愿，何为复何念为纪念？复何就是不何？你所得到的佛菩萨不何你，佛菩萨常常纪念你。无论你伫什么款环境中，佛菩萨无微照顾的。如果咱的念头错了，念念嘛拢嘛是贪嗔痴，念念拢是五欲六尘。拄则讲了，有人何念你啊？魔王菩萨护念你，罗刹护念你啊，妖魔鬼怪护念你啊，你的万亲债主嘛会护念你，做生意啊，做恶啊，我一句讲，伊帮助你。伊咧诱导你去倒位去咧？去三途啊！伊个所在无同款啊！地界五鬼精师去遐去咯，念佛的人佛护念你，你啊，生极乐世界。无念佛的善人，心内面想升天，或者是想来生得人天福报，佛菩萨善行拢会保佑你呀，会护念你呀。你的心观啊，一定。努力的得到，
六万以上啊。伫这所在，咱讲看到，经教内面讲了，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随心应量啊，随着你家己的愿望，佛菩萨拢会满足你的愿望。这是说明相应以后啊，一定都会护念。净念说法和四离恶念令净现呐，伊个护念分开来讲，何是什么的不合理啊？帮助你离一切恶，念呢？念念帮助你呀、啊，净现呢？这个讲法嘛，真好。我的主能故，中赞会中诸大师，综合起来赞叹，无慧在菩萨啦、啊，因。大师就是称菩萨的，遵守普贤之德，诸菩萨无边善根，改得成色，故无量诸佛悉皆护念。世尊，你的灵山开这个法会，跟咱宣讲《无量寿经》，参加这拜法会菩萨人多啊，头前跟咱介绍十六位证书，内面有真多他方世界来的菩萨，不是娑婆世界。由此知影法会的殊胜，咱若凡夫肉眼看袂到，阿罗汉以上拢会看到，甚至苏陀环天眼开了，拢爱看到。这下菩萨因，无论是诸界他方，诸界是咧讲娑婆世界啊。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区以来，十一个文和系，这里面的众生有偌多呢？无菩萨是讲十方啊世界啊，个净宗无言的菩萨，阿弥陀佛无言的菩萨，就啊，太罪了。在会这些大菩萨，就普贤大师之德，会当啊影响十方世界，啊净宗无言的这些菩萨，帮助因成舍善根，
所以才有这个说法，无量诸佛色界护念，这是经文上的无量诸佛含经护念。呀，咱读了后，就会感触到，如果咱要修净土是真的，真诚心修净土，一心一意想要见啊阿弥陀佛啦，这个意念就会感到无量诸佛含经护念。佛说这个经无假话，达故真实啦。啊，普贤之德就介绍到这地啊。下面啊，经文是啊，文殊菩萨的弟子，头前啊，拢嘛是遵守普贤之德，本是行德，文殊是弟子。行嘛，都要有智慧，无智慧修行啊，是会出问题啊。佛法内面，过去祖师大德啊，常常咧讲，佛法是以慈悲为本。方便为门啊，这是佛法啊。可是佛讲咯，慈悲渡河海啊，方便出下流啊。这是咩咧？慈悲方便来对，有副作用啊。为什么产生副作用呢？感情用事啊，问题就出来了。所以爱用智慧，文殊的智慧。就未出问题啦，拢是咧教导咱的啊！你日常生活当中，哎，你哋唔通用感情，用感情往往啊，就会偏差。用智慧就未讲有偏差咯。所以有普贤行。也都爱有文殊的智德，文殊智啊！咱来看经文：诸佛刹中，皆令示现，这是文殊智德。的思想啊，智慧是什么呢？智慧就是啊，真正的放下。在诸佛刹中的示现，披现幻殊现状异象，这是故事，比如现幻殊是变魔术的啊。虽然不是真的，伊会当啊现真侪无讲的这个现象，无比相中是无可得。这对呀、啊，比如当中，那相是假，不是真的啊。这就是智慧，现出智慧咯。诸诸菩萨亦复如是啊。所以菩萨。是现在这世间教化一切众生，伊绝对无执着，无分别，无起心动念，所以兴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。楞严经上讲呀，
随众生心，应受地量。这也就是说明，一切法师啊，对家己心相生啊，甲什么人都无相干啊。所以啊，拢是自作自受，即来承认咯。甲任何人拢无相干。会当啊，参透这个道理，咱就会伫无论什么款的环境的下面，你也拢会心平气和。你未怨天尤人啊，心平气和的人，伊就会看甲真清楚。这是啊，文殊的智慧啊。同诸法性啊，大众生相啊，供养诸佛，解脱群生，化现其身啊，犹如电光，念摩见摩，盖诸颠簸，幻巧声闻，辟支佛地，入空无相啊，无缘啊，法门显立方便，现示三乘这段。拢是咧讲文殊菩萨的智德啊，咱看下面的这个注解，顶一段文，拄则念这段经文。俗言，俗是继续啊，转法轮的第七相，普贤行讲咯，也有文殊菩萨的，哎，刷落来讲啊，所以啊，俗言转法轮的第七相，文品名为。尊普贤，正表经中普贤为列上首之一。上首第一位是普贤菩萨，甲华严经是同款的。盖本经为原教，从古起因。我先普贤立出文殊，普贤表行文殊啊，是表弟啊，无弟即不能起行，我活动表现文殊，那就是说明这段经文的来由。啊，为什么要伫这地讲这段经文呢？原因啊，就讲出来了。头前咧讲普贤行，这个经呢是原教，依照这个经的经义。完结顿结，因为伊是啊，教咱一生成就，这叫顿教啊。唔是要叫咱爱修几落世，唔是一生来成就。这个一生。哇，星星的这个一生，这意思什么呢？那哪里念佛人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点注意一定要知影，是挖去的啊，不是死了才去的啊。
啊，临去的时阵，我无讲临死啊，我讲临去的时阵，你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应啊，啊，你头脑清楚啊，你无看错，阿弥陀佛观音世子来接我咯。你甲你边仔诶人啊，一一个交代，佛来接我，我要缀佛来去咯。这毋是我来去咧，走了后啊，身体无爱了，淡掉咯。一念诸位也知影，我来去诶啊，所以是一生啊。你家己绝对也无感觉讲你死咯，来去冥死咯，无即款代志。你的灵性离开这身体，得回到天去极乐世界去，不是讲死了才去的，死了要安怎会当去呢？死了才去无容易啊！你得爱有真有善根，来做什么重阴身得多啊？有这个力真少。但是在现前，咱这几年来提倡中弘禅师所编的这个法本三时系列的法书，对啊，真有效果，这是道中阴的民用良理啊。这有民间的众生有往生吗？有啊，无罪。大多数啊往生去到天道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对极乐世界了解太少了，所以常常听经的同修啊，对这个世界知影较侪。咱若听经这个法会，这个道场唔呐讲人，人伫咧听啦。咱若看袂到的这个幽冥界的，即个啊，这个众灵啊，因人数啊比咱较侪啊，唔知影加偌侪倍啊。即个听经的灵好啊，为什么拄到这个法师三时系念的法师，伊常常听经，伊真正往生了。无常常听经的机会啊，就少一点啊，这是咱会当理解啊，会当想象会到呀。净土的经教未当讲无讲啊，咱家己读经了解了，家己得到，也家己了解，那无去帮助别人，无把这个经介绍给别人，对不起家己，对不起佛菩萨，对不起阿弥陀佛啦。阿弥陀佛普度众生，你哪会跟阿道理家己无顾别人呢？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无相应啊！咱要来去叫世界来去，希望啊，加带一寡众生来去啊，也阿弥陀佛欢喜啊！所以啊，应当是专心专力来宽度一切众生，临舍净土，发愿求生净土。净业三宝里面讲的啊，家己成就，唔通袂记哩
帮助别人啊，这是尾后一句话讲劝进行者，这修行人啊，咱来劝伊啊，哎呀，劝伊，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一生圆满成佛，这才真正甲阿弥陀佛同心同德同愿同行。所以呢，文殊帝会当讲啊，怎样呀？这里面有两句话讲啊，真好，无地则不能起行。果当啊，飘现啊，文殊啊，所以行啊重要，地嘛未当少啊。如无了修经，起信论佛，不堕文殊地海，难立普贤行门，以不能了地诸心，以念顿完，明定净性，反省共有，一切无差，以不了果。做运行啊，色不固着，这是咩？地非重要啊！这个摩尼佛一生，刚经说法49年，讲不济就。讲了22年咯，注意想看卖，一生刚经49年，或者就讲了22年，差不多是一半时间。这什么呢？重视智慧呀，或者都是文殊的智慧。啊，咱就一般来讲啊。对啊，一生教学当中，这个课程啊，用这么长的时间，那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主修的这个法门是不济啊。呀，阿含是修行啊，是基础。啊，含内面讲的断恶修仙，拢对事上讲，福报呢，都放在人天福报啊。所以真侪人教伊学啊，伊啊离不开人天福报啊，伊想这个物件。皇顶也是有比我这啊，这才是正修啊！法华是帮助你提升啊，啊，对于这个所在，咱就了解了。佛法主修的就是智慧。那还讲是迷信呢？这个迷信完全是相违背咯。那22年教智慧，那一个人教好多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啊，讲佛教是迷信，关键是倒位对佛教。无认识啊！误会咯，讲佛教是迷信啊，以为佛教是宗教，佛教不是宗教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。
这几句的意思真深，不多文殊第一海，这都是多假啊！也就是讲，你无深入得到文殊菩萨的智慧，难入普贤行门。普贤行是依文殊地啊，无文殊地，普贤行你做未到。普贤行的功能，就是头前讲的十大愿王。十大愿王你做未到，十愿嗷嗷亲无渐渐啊，路向后面去路困难啊。对对起呢，对礼敬诸佛，咱迄个礼敬的心有无？如果有文殊地，这个、心就会发起来。为什么发起来？你呀、啊，了地诸心，文殊地无别行，就是你呀、啊，认识了家己咯。咱就不能常讲，人爱有自知之明啊！你爱认识家己，家己是什么呢？大乘教顶面佛常讲，本来是佛啦。每一个众生本来拢嘛是佛，这是啊，文殊地啊。真是智慧啊！你的用静心嘛，才生也起来啊！咱那有佛，对佛拢真恭敬，一切众生拢总是佛啦、啊。哎呀，噶咱那对佛迄种恭敬心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、对天地万物啊，真正升起恭敬心。啊，对人来礼敬，现代礼节要恭礼啊，听头是未用的啊。好恭敬啊！规规矩矩徛在遐，九十度的鞠躬礼，这是必要呀。在古早时阵，敬礼是顶礼三拜啊，这是古礼啊。咱现在的和尚面前也会顶礼三拜，不忘古礼。佛若是个人，咱也是用个人的方法来向伊行礼。对于现代人呢，就爱现代化啦。如果不用现代化，现代人啊，真侪人啊是未当接受。你讲偌侪人，你叫伊啊去学佛，看到法师都爱拜落去啊，伊讲煞了。伊卖饿了，爱通管答辩呐，唔通灭修行规啊！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理解，会安怎？看到佛像，行三鞠躬礼，就最敬礼啊！啊，你也都真容易来咯，伊就这边真侪人来咯。到什么时阵，伊家己拜落去呢？迄是伊家己的代志啊，唔是咱的代志。这就丢咯，你的佛法就无通咯，话恶话应。特别是初学的人，你来抓几个初学的人，一日来到家，看到一个趴在涂骹磕头。哎呀，
就会起反感了，下摆袂过来咯，你家己惊走去咯。伊会讲佛教是迷信啦，佛教是封建啦，佛教叫人回去到古老的时代咯。伊哪会当忍受呢？所以啦，你一定要知影。佛教的今仔日用今仔日的礼节，佛教的外国伊用外国的礼节，伊就拢欢喜咯。通关大变啦，这袂当讲唔知呀，所以了知自心。啊，诸性清净，圆明体，一念顿圆。一念就是无念，无念就是离念。一念是平等的，离念就有波浪起来咯。一念顿圆呐，圆是圆满，顿是快速，就是呀、啊，就是圆满呀。平等正性，这丝毫差别都拢无。十法界依正庄严，讲一个啊法性啊。啊，就是讲同一个自性，凡性凡性共有，一切无差。一切就是一性一心，这丝毫的差别啊，都拢无啊。一切啊，诸法本性不离。有一者，不但凡性共有，依正共有啊，依报加正报共有。华严经上讲啊，正悟无正共有。伊讲啊，情有无情，同源兄弟啊，啊，同就是平等，源是圆满啊。兄弟呢是一切兄弟，如来各地上所证着。你看，无情也同源兄弟啊。我伫年轻的时阵。我迄个时阵四十外岁，伫佛光山教学，佛光山迄个时阵出家老师三个人，净坤法师、慧生法师，我一个，三个出家人，还有两个在家，弘忍居士。同一贤技术大技术啊，因的佛学造诣拢比阮较好，年岁大咯，下课的时间比阮较久啊。啊，阮唔捌真侪摆斗阵的讨论这个问题，无结论，就是讲这个情有无情啊，同源兄弟这个话安怎讲呢？你哪讲有情众生成佛以后，有情众生拢成佛咯，也个勉强。成佛了后咧，因为花草树木山河大地，迄嘛成佛咧。讲未通啊！所以伫迄时阵，真侪问题拢拍一问号，存疑啊。佛讲应该是无错。
但是咱现在无这个智慧，想不通这个道理。现在啊，明白了，安怎明白呢？华严经上讲啊透彻啊，迄时阵啊，阮无甲这个华严经念透啊，看看那就捌啦，那就唔捌啦，下面的问题真多啊。啊，咱啊过去啊，捌学过两遍《延寿国师》的《梦境还原观》，这问题解决了。情物无情，真正是啊，共一体。我成佛了，一切众生啊，拢嘛成佛。就把花草、山河大地，拢嘛成佛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啊！当我的人啊，看到一切诸法，伊啊未着相咯，未着相，看到什么？看到法性啊！宗门公明心见性，见性啊，成佛啦！你看到一切众生。拢有一个平等呀，即个所在讲正性，就是自性。哎，那不是佛呢？看一切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，是法性啊！正性甲法性是共一个性。甲自性嘛是共一个性，唔是两个性啊。非常的难得，近代啊，就是最近这几年啊，先进的科学啊，量子科学家甲咱讲出来咯，真正是共一体啊。难得啦，量子力学甲咱讲诶，物质是啥物物件呢？是安怎呢？伊安怎讲呢？意念不同诶现象，即、这个甲咱诶佛法啊，有一个真大诶，即个啊帮助。因为佛法讲即、这个。宇宙之间万事万象是啊，不同现象。量子力学家个也证明了，我讲的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假。一念不加离亦无明啊，就是不同现象。无明不觉生三世，应该为言中略错啊。这是讲宇宙的发展啊。这里面三性的变化，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，不可思议啊！讲过较多，伊啊是一个幻想，伊不是真呢。啊，总的来讲呢，万法皆空啊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啊！这两句话讲啊真好啊！量子科学家都是真正的个伊啊，证明咯。佛教人。用这种的智慧，用这种清净平等觉
来看世间，你才会看到真相。才会看到一切万法，一切无差。那是反省无差别，拢是自性现呢？反省差别伫倒位？明了自性，即是啊，性灵啊。灭灭自性，迄就是凡夫啊。反省差别在迷我啊。甲自性不相干啊。自性无迷我。人有迷我，自性无迷我，这个道理要知影。妄心有迷我，真心无迷我，这是啊佛教的无丢人生观啊。所以本道密先生讲啊，佛经贴合是全世界贴合的最高峰啊！这个话无错啊，这几句话会当证明。调地自心，一念顿圆，平等正性，反省共有，一切无差。以不了果，所有原形色不固着啊。如果对这件代志不了解啊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麻烦是按怎会大呢？没些颠倒啊，造业受报啊，就去六道轮回咯。那我按怎呢？未过再去六道轮回，永远超越咯。所以你这相信欢喜心啊，欢喜充满啊。啊，这是世间人的心目当中，这真正得到究竟啊幸福美满的一生。这个我讲了真侪摆咯，甲这个贫富贵贱啊毫不相干。啊，贫富贵贱是什么？是凡夫的业报啊！啊，你这个讲我时阵，你完全超越咯。啊，超越了六道凡夫，超越了这个啊修行啊，你的修养自然就会改变咯。今仔日时间到了，这几句明仔载咱也阁继续来学习。